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3 火神定位速切后台火纳塔战舰成员曝光， 5.4 女雷相登场， 5.2 最高可获103抽， 5.3 到 5.4 全女角色来了，水神复刻时间曝光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恰斯卡、纳维莱特、钟离也会陆续上。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5.2 及后续卡池角色火神马威卡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版本可获原石的汇总情况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 5.2 版本除了300兑换码的奖励外，算上每日任务、角色试用、地图探索、大活动等，其中平民零氪玩家最高可获71抽，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95抽，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03抽。只要不是太黑，现在囤原石的话，风龙王恰斯卡基本上是稳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到 5.4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、冰女宪特拉利会登场。复刻角色虽然一直在反转，不过说法最多的依旧是闲云、申鹤这两位，所以说仆人、水神、弗宁娜、莱欧斯利在 5.3 卡池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，大概率会在 5.4 卡池复刻。同时 5.3 卡池还会有新皮肤和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至于后续的 5.4 卡池，就目前消息汇总来看，新角色据说是伊安山、平姥姥，其中伊安山登场的概率比较大。平姥姥虽然多次提及，但具体的相关消息基本上都没有，所以说基本上登场的概率不大。复刻角色则大概率是刚刚提到的水神弗宁娜、仆人了，不排除温迪复刻的可能性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除了新角色恰斯卡即将登场外，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也会在 5.2 下半卡池复刻，还是非常香的。大世界探索天花板加上双人全卡，只能说原石有点不够用了。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3 卡池新角色例会公布的相关消息了。就目前来看，5.3 卡池的新角色例会公布时间是在11月18日，距离现在也就不到8天的时间。毕竟纳塔已知还没登场的角色也就火神马威卡、冰女千特拉利、伊安山这几位了，加上之前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， 5.3 卡池两位新角色大概率就是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这两位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 5.3 卡池火神冰女定位强度相关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火神不仅可以作为后台火，也可以作为 C 来打速切。冰女最早一版提到的是大莱伊拉冰盾后台辅助，现在来看的话据说是大西格文战机，以类似于蜘蛛网一直没有登场的火主，据说很强，能 C 能辅。黑皮萝莉伊安山定位是雷长枪，大概率是 5.4 卡池登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早期的消息中还提到了火神配对的相关配对的成员，分别是火神马威卡、恰斯卡、火主茜特拉利这四位。整体来看的话，即便该队伍是纳塔战舰也比较贵，恰斯卡在该队伍至少二命，队伍中负责主 C， 火神大概率是副 C， 冰女是生存辅助，火主大概率是增益辅助。火主的强度看来是稳了，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